办法利益众生，所以这时候需要另外一种力量啊，把它拉回来啊，拉回来以后呢，拉到一定的这个轨道上啊，然后这样子转啊，然后才能够利益众生啊。那么这个力量是什么呢？这个力量就是慈悲心啊，这个力量就是菩提心，这力量就菩提心。所以这两个力量啊，这两个力量让我们离这个轮回啊不近不远的地方啊，离轮回不近不远的一个啊这样子的地方，然后让我们转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因为离轮回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啊不染于这些轮回当中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也没有彻底的脱离轮回，所以呢，它在这个轨道上。也可以帮助这个地球上月球也可以照亮我们黑暗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在这个轨道上可以帮助众生。所以华严经里面最后讲的就是你不要脱离这个轮回也不要着于这个轮回时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想办法要达到这两个，这两个就是大乘佛教的核心的思想。那大乘佛教的所有的修行的方法，它的间接都围绕着这两句话都是围绕着这两句话。护持台湾救狗协会，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
So
是否啦，林多多，南无多。
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